Style TV, My Fashion, My Style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瑞。这个啊，我觉得这个就是很舒服，然后也很松弛，有点像我平常那种穿衣风格。最大的看点就是对于张瑞的整体的一个改变，包括我非常不愿意去接受的造型啊，包括这种演法，比较偏喜剧的一些演法。他就觉得我十年之后还会是这张脸的眼睛，眼睛还会是现在这样。